咩美图霜啦，我同你讲啦，而家我块面咧系咪哇泛红啊，毛孔粗大，同埋仲有暗疮添啊，但唔使惊，即一分钟我就可以出得门口啦。嗱，因为佢一支有齐晒防晒、make up base， 跟住遮瑕膏同埋粉底液，一支满足晒我四个要求，仲要系咩啊？好贴面又唔厚粉，同埋唔会死白。首先咧，我就即一泵落去，之后再加一滴嘅玫瑰豆。这个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油，它浓度是非常之高的，还有呢一滴下去再 mix 在一起。我擦半边给你看，哇，你看到这路擦呢，哇，它已经帮我渐吞的颜色，连个黑眼圈，我千年眼袋，看到我千年眼袋都可以遮到。重点是什么？它令得嚟，它不会黐口罩啊，因为我哋平时会戴口罩噶嘛，但是一定不会黐口罩啊。等阵帮你 brand 完之后咧，我攞张纸巾印落去，你会知噶啦。系完全是好自然，好像本身的皮肤就是咁靓咁样，见唔见到啊？一路 brand， 我已经搞掂咗半边面啦。睇下呢边是好靓嘅皮肤。好有光泽，一啲都唔厚粉，仲要我黑眼圈啊，跟住啲泛红啊，毛孔粗大啊，嗰啲唔见晒啦，呢边仲系好严重咯。嗱，我而家搽埋呢个暗疮位置俾你，点解爆紧嘅，好鬼痛暗疮。只要你叠涂多几下，暗疮都遮埋，见唔见到啊？隐形咗，冇咗啊！哇！同你讲，一定要买，快啲抢！出咗嚟几个钟，但系你望下，个妆真一啲都冇溶到噶。你望下，望埋口罩，一啲都冇甩粉，一啲都冇甩妆噶。因为佢系咩？佢唔系化妆品，系护肤品嚟噶。同埋见唔见到啊？冇泛黄，冇氧化，仍然 keep 到咁靓。